就直接来了啊，直接来。那这首歌是我专辑的，我答应过那些去捧我们场的一些歌迷朋友，他说：“佳慧怎么不唱弱啊？”这首歌，我说：“真的好难唱啊。”接下来就唱这首歌。歇斯底里的唱可以吗？因为舞台只有那么大了，好吧。时间一刻一刻敲着我脑袋，黑夜喧闹的连欢乐也走开，幸福在哪儿？茫茫人海，缤纷灿烂迷幻的霓虹色彩。城市寂寞，你在不在？我若当天在最冬的街道上不曾劝你离开，我若勇敢一些不管流言的激动你不坏，我若当时比他早点想你的证明我的爱，就不需要清晰我的爱，放纵自己在灰色边缘地带，我在想念也回不来，回忆循环。我若当初在这拥挤的道上不曾劝你离开，我若勇敢一些不我若当时比他早点想你的证明我的爱，就不需要再等待，我不需要再徘徊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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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若勇敢一些不顾那流言的紧拥你入怀，我若当时比他早点想你证明我的爱，就不需要再等待，我不需要再徘徊。感谢我们今天的乐手小杨，来自吉他手。当然还有我们的酱爆鼓手。我们哥哥酱大贝斯。还有一个谦虚的小男生。江辉，谢谢今天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时候不早了。还早。这样子。好了，那我就不走，好不好？好，真的不走哦，我讲真的，就人来疯嘛，对讲，是吗？台湾说就即兴，感性的那叫什么？对啊，就。
即兴，突然间感性的意思啦，就即兴感性叫叫。因为我记得在上一次演唱的时候，龟智很在意我的头发，就觉得他一直塌下来，就觉得怎样我若这样这样子。但是后来我觉得，真的如果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去唱歌的话，我觉得只要你很用心去唱歌，我觉得大家能感受到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真的很用心，真的。就好像接下来我唱的这首歌，我非常不喜欢唱，因为它很难唱，几乎我的歌都很难唱。然后我觉得还是要唱一下，因为毕竟两年没唱给大家听，我说完整版。请让我靠近你，轻轻地握手，别让我每个夜为你守着默，是多么不容易才默默放手。为了我就当作这次为了我，别让我因为你被回忆折磨，冷空气凝结了我们的脸孔。我别无选择，就算我们世界有什么问题，依然想念着你。虽然被放弃，虽然我愿意，就算我们世界有什么难题，黑夜我还想着你。心碎的孤寂，虽然我愿意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捧场，谢谢。其实我们已经结束了。